嚟到 HKJC Raising Facebook Live 啦，今次请嚟第三集嘅嘉宾啦，就系、是、上季有好亮丽嘅成绩画上一个何泽尧，我哋请嚟就系 Vincent Ho 啊，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啦都系等喺今日三点零钟啦，同阿 Vincent 倾下偈嘅，咁如果中意嘅话咧，大家不妨喺我哋嘅 channel 留言啦，最紧要一定一定要转发俾更加多朋友知道啊，咁啊究竟 Vincent 嘅资料系咪个个人都清楚咧？不如我哋喺呢个时间望一望关于畫張何澤瑤佢嘅背景資料先。嗱，阿 Vincent 咧，佢就係2009-2010年度馬季咧就首次喺香港出賽啦。咁啊之後2011年度馬季咧就做咗呢個冠軍健習騎師嘅。咁啊一路開始慢慢試起步噶咯噃。咁跟住就10月1日整升格啦，就係、是、一個真係非常之 typical 嘅土生土長嘅香港騎師啦。嗱，上個馬季咧都可以話咧係佢歷季以嚟最亮麗成績單嘅一季啦，因為咧喺1920年度馬季佢火拍金槍60啦，贏出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嘅三軍賽事嚇。咁而上季咧佢累積咗個人紀錄67場嘅頭馬，亦都係再次贏出告東嚟獎。大家仲想知多啲關於 Vincent 啲乜嘢咧？我見到個 KC 啊、佢 Miko 啊都喺度 say hello 啊嚇。阿潘就話金槍60咧，今季即係今年會用啲咩跑法咧？咁啊，上季係咪守好位？咁今季睇係點樣咧？不如啦，事不宜遲，我哋喺呢個時候請畫將阿畫將一哥 Vincent 嚟同我哋嘅現場朋友傾下偈先。Hello， 你哋好。Hello。係啊，我都知道今日出咗呢個報名表啦，你都好忙啊，因為陣間你又有下一場要講啦。我相信今個馬季即係暑假嘅時間都冇去其他地方玩㗎啦，因為之前再上一個馬季你去咗外地度即係比賽嘛。咁今年暑假你做過啲咩嚟啊？係咧，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基本上差唔多全部都留港啦。咁係咧，咁今個暑假其實就有 stay 咗幾日喺即係唔係屋企啦，咁出去 stay 咗幾日，咁就出去行山啊，做下運動，出咗幾日海咁樣咯。但係出海其實我係學帆船嘅，咁就都唔係真係話出海玩嗰只，咁就但係都係學下啲新嘢咁樣。阿 Redma， 今個暑假冇得去歐洲客串，最掛住係邊樣嘢，同埋同邊個外籍騎師最 friend？ 係其實我最掛住應該都是那邊騎馬，同其實在那邊除了 吸收經驗之外呢，就因為住的地方都是比較鄉郊一點，就會變成好像即係當是一個 working holiday， 即係不用焗住一個好似香港的城市咁樣，變成我的頭書就真係除了攞經驗之外，亦都有得休息。阿軒就話：啊，知道你好中意賽車喎，仲同皇帝合照傾過偈喎，同黑帝合照傾過偈喎。黑帝係咪你嘅偶像呢？佢都係我其中一個偶像啦。咁係咧，佢嘅心理質素啊，咁所有嘢都好好。咁係值得做一個榜樣。前排有個30秒嘅 challenge， 有冇難度先？平時操練嘅體能模式會點樣？我諗三分鐘可能會有啲難度嘅，應該冇。咁你平時操體能嗰個模式係點啊？因為我之前知道你係每日都操，都類似啦，但係就疫情關係啦，好多 gym 啊，所有嘢都刪，同埋都其實都比較risky 啦，出去如果太多人做 gym， 你又去都係咯，真係都唔係幾想咁，所以而家都多數係咯，好興啲 home gym 啊，有啲跟啲 home workout 啊咁樣咯。因為好多 fans 都好羨慕你嘅身材啦，話你餵唔餵食喎？有冇啲咩 favorite food 喎？冇，真係冇乜 favorite food 而家。係嘛？但係就係咯，都唔係點食得。咁但係都係咯，咁操練同食嘢。食嘢都配合咯，食嘢少油啊，煎炸嘢同埋啲 junk food 就唔會食咯。好啦，咁啊都講翻啲賽馬嘅嘢啦。咁啊見到阿 Kitten 就話上年打比同一級賽都贏過啦，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好嘅馬季啦。上季咁你今年有啲咩目標咧？嗱，開個頭幾好啦，贏咗只馬拉季初。咁你有冇 set 啲咩目標俾自己話？今季我希望可以更加上一層樓。係咧，暫時都。主力都是金槍六十先啦。咁其實有好幾隻馬，方家柏又有咁，但係可能佢方家柏邊幾隻？
跳出香港啊，跳，但係有機會佢哋跑嗰啲 warm up race 都有機會係同金槍六十同場，咁我又變咗可能會跑唔到，係咁但係唔緊要啦，希望都到十月大賽都希望有機會攞翻旗，亦或者希望爭取到出邊更多坐旗啦。咁但係當然暫時主力都是金槍六十先啦，未來的大賽咁。嗱，金槍六十咧上個禮拜五啊試一集嘅，有啲人覺得佢表現就一般般。咁但係你同威哥點睇金槍六十近期嗰個form咧？我覺得佢非常之好。佢不嬲試集都冇咩睇，如果你哋有留意嘅，咁所以唔係一般般。咁同埋咁都係今季第一課習，其實都係純粹俾佢用跑馬嘅速度去俾佢舒展下步頭，而唔係當又唔係當啲咩操練嘅，都係俾佢順住去，即係用跑馬嘅 speed 去俾佢鬆下只腳啊咁樣嘅啫，係。係咯，阿華就阿蛙咧就話問你下星期，哇！你星期三呢晚嘅機會係點樣？嗱，星期三 Vincent 咧就跑五隻嘅，就陽明高高牛精大哥男裝之高勞動創造同會長之星。但整體嚟講啊，你點睇你禮拜三坐騎啲機會先？檔位就普通啦，好似得一隻好檔，咁其他都普通通咁。是的，希望，但是好彩是 A 蘭，那就希望會好一點那有些狗檔啊這樣，那是的，都是很視乎形勢，看看擺到什麼位置，是的，陽明高高那些有時其實很需要手靚位還有很多東西配合曬啱曬佢先把握到機會，那希望那些都 OK 啦，那偉達會長之星佢同我講話，隻馬操得幾好咁，所以係咧，我都想去。阿 Mention 就話：啊，會唔會騎希斯啲馬？都係經過會打聲招呼咁。遲啲係咧，因為我知道希斯而家都肯定好多騎師揾佢咁，等遲一步咁，暫時多數都係阿威哥、方家柏、輝哥啊嗰邊咁，因為佢哋都在隔離同一個位置，所以我多數收操在威哥落馬就會在附近度係攞入馬房度問佢哋睇下有冇啲咩阻騎咁。Leo 問嘅問題啦，就同我而家想問嘅都一樣嘅，應該講話上季你覺得最唔抵嘅一場係咩？係邊一隻？廣陵王啦，大熱門輸咗嗰次啦，咁嗰場其實都係都運老實啦，咁。如果佢有位當然好，但係係咧，有時冇位，有其實有好幾隻都有俾人運咁都最唔抵嗰一日身體不適啦，咁跌跑馬地冇得跑啦，咁都贏咗一隻嘅，咁俾幾隻潘頓啦，潘頓贏咗到今季都可以攞翻啲坐騎嘅，咁嗰日就係最唔抵咯，嗰日瞓唔著，我諗到而家都瞓唔著。系，輝煌星都跑翻，咁其實都跑得好好。係咯，即之後再。如果唔係十四檔，其實都有機會贏。機會。咁而家你個傷勢點啊？今季有冇好啲啊，膝頭哥？今季好啲。馬會自己都揾咗物理治療俾我哋，咁所以都要 keep 住就好啲。係啊，阿 Hoing 就問夢想成金上唔上到一班？點睇夢想成金呢匹馬？算唔算係今季？今季都好啊，咁個操過，係咧，都會再進步。如果但係都仲係有啲急咯，如果再定啲就會好啲。嗱，譬如你話九寶啦，其實九寶之前你跑嗰場都唔差喎。咁今季嚟緊個鋪排會點啊？佢應該有可能會跑啲大賽嘛？希望遲啲係咯，嚟緊有二班啦，咁希望遲啲可以跑係咯，睇下跑啲咩級制賽啦。咁打比嗰場其實都跑得好近啦，陽明跑嘅咁都幾好。咁今季去咗偉達度，我試咗課習，咁都係好靚係。係咯，另外澳遊戰士咧，今季又點睇呢只馬？
即係係咯，遨游戰士阿輝哥啲操練會 keep 到嘅，咁係咯，遨游戰士又視都要好視乎啲形勢，咁係希望遲啲係咯問下，再問多幾次輝哥攞翻嚟騎咯。係咯，咁未來你對最後一個問題係未來你對金出六十有啲咩嘅展望先？今年希望佢贏多啲大賽啦，咁都暫時嚟講係我騎過最出色嘅一匹馬，咁係咧，希望到時都係循序漸進啦，因為都係啱啱開始，咁都唔急得啦，都係睇佢自己進度。但係呢只馬好易操力氣，咁係一隻好好馬。阿 Sam 就話 support you， 咁啊，好似都好多好多問題喎。OK， 阿 Sharon 有問啦，佢話請問阿何澤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樣減壓？因為咧做騎師壓力都好大嘅。咁特別係本地騎師啦，係咧，咁壓力大一定㗎啦。咁以往其實如果有得去外國，今年冇就即係要再揾啲嘢做下啦。可能不過我都係會去多啲郊外啊，或者租可能要租隻船同幾個 friend 夾粉去出海啊，即係離開一下一個城市嘅環境咁。係啊，望下山望下海咯，放鬆一下或者做。是的是的，就算跟隻狗出去都 OK 的。是的，Wayne Wong 就問除了金槍六十，你最期待合作的馬匹是哪一匹？長途馬的時時精彩啊，想跑時時精彩。是的，那2400都難，不過是的，希望看看好好馬今年怎樣，但暫時好好馬操落都挺好，但是最近的賽程又不是太多。俾啲高班馬咁，好多其實都會撞，好多都會撞騎，咁都係咯，到時要再睇下。時間都差唔多，你有啲咩想同我哋現場嘅馬迷朋友講啊？好多謝你支持我啦，咁尤其同埋舊年投我一票嘅所有人啦，最受歡迎騎師，最受歡迎騎師喎。係咧，咁希望咁係咧，今季我會繼續努力啦，會再努力，咁就係咧，希望要爭取多啲坐騎啦，因為今季都唔會容易啊，因為巴道兩個法國仔都全貴啦，咁佢哋都非常之積極，加上係會有好多支持咁。所以都有，同埋冬天嗰時又會有幾個外籍騎師可能會嚟客串啊咁樣，所以係咯，要再進步咯。我哋會繼續支持你噶啦，多謝你嘅訪問啦。好啦，多謝曬，下次再傾。OK，thank you， 拜拜，拜拜。9月10日4點就係訪問阿巴道嘅，我哋下次見，拜。